啊，持仓牛币多头。同时，在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将当中的这个止损的位置的进行了一个上移。上移止损。另外，我们在交易当中，我们看到牛币这个类型的它所产生的这个收益也是非常多的，特别是我们如果看到的话。一单啊，你看最后一单，最后一单它的瑞建仓的时间是6月26号，实现的交易盈利，交易当中盈利了143，但是它在利息方面上盈利了455。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有同学就问我说，有些货币的持仓成本太高。反过来说，这些持仓成本太高的这些货币，如果做的反过来的话，就是在交易中会形成高额的套息交易，你做空纽瑞就形成了持仓成本过高，但反过来如果说我是做多的话，它的持仓成本比较好。那也有时候有些货币它的持仓成本确实很高，比如说我们做了美元对加币，它形成了大约245.42块的持仓成本，那为什么还要持仓它呢？因为它不是套息交易，它是真正在交易当中要产生交易的获利。这个单也是最近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单，5月19号做的，就北京的时间啊，就是在北京那个时候我们做的单啊。实际上大部队已经撤退了，只有0.5手了。如果当时的话，当时下的是2手啊，这个交易会盈利会更多。好，这是我们看到的长线的这个。这个套息交易的这个单，我把这张图呢也发送给大家。注意，在今天的时候，这些止损要移动下来啊，移动上来。止盈的位置，我觉得慢慢等一等吧。我觉得止盈的位置可能将来止盈的位置可能会出现在这些高位上，或者再走一盘。你就目前而言，我们看到这个节奏还是蛮清楚的啊，上涨回调啊，可能再次走出一波上涨，之前也是上涨。回调啊，接过来这个 N 型结构，就是上证型结构，包括目前型结构。这个我觉得纽币和纽瑞的这个结构还是走的比较理想的，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一组结构和我们看到的这一组结构有非常多的相似性。上涨大约200点啊，上涨，比如说我们从这里0.68上升到0.7啊，走了200点，上涨200点。回调四五十点，上涨200点，回调四五十点，这是最近纽日和纽瑞走的结构图。我非常期待这个行情再在这个位置上再走一波。那当它再走一波，再上前再走一波的，那个行情可能会到达72开头的这些位置的时候，就会是可能离场位置。0.72的这个，这是他将来去看到的这个获利止盈的这个区域啊，所以我把这张图呢也发给各位。